自己在做肥皂，说自己的肥皂很好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但是我今天早上慢慢的洗澡，洗了6次，用自己的肥皂，也用别家的肥皂，洗完了之后，把各个不同的肥皂就放在水的下面慢慢的冲。我在测试，用我的身体感觉阿元肥皂和其他肥皂洗澡的感觉、湿敷性的感觉，还有耐用度的感觉。这种身体的实验其实挺不错的。我不想讲太多，我只能说我还是蛮喜欢自己的药草肥皂。